The first euro summer came to Yiwu. 这个多少钱一个？3988。3908可以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卖给你吧。好。好。好好，我已经到大便宜啦。The second euro summer came to Yiwu. 啊？去年我买了，我夜里用过，很不错。现在这个多少钱？3988。去年我买了一套，现在我有5个柜子，大的大的柜子。真的？真的真的，我要批发到人们卖，便宜点，大家都知道。义乌商品，物美价廉。这个朋友下次生意好的玩呀，开单开单，快点。就五个柜，五个柜啊，这我们义乌就是非常诚信，你批发我就最低价格给你。我知道了，好，开单，这个价格给你。Oh my god， 398，对，398，我要发财了。妈，398块，哇，好便宜啊。什么398？哎，老板娘啊，这你都不知道哦。هذه المرة CNE الإبداعية الفاخرة توفر 15 غرفة واحدة تخزين من stainless steel materials Chinese br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es un producto explosivo del 价格只要398人民币。